Central 衝入澳門，位置就喺澳門葡京人嘅二樓英皇戲院天橋嗰度。中意 Life Friends 嘅朋友就有福啦，打卡位超多，一入門口就被呢個大大嘅紅帶廚師迷倒。哇！呢個窩夫車車都好 Q 啊 ！Boss 部長，我都想試下你杯啤酒啊！經典打卡位點可以錯過呢？咖啡入面用餐區分咗三個區域，分別係 Love 小酒館、大自然與露營、時尚美食街道。餐廳入面滿滿 Life Friends 嘅角色，唔同座位有紅美、Connie 兔兔、雷納德。想同邊個朋友仔坐，就要早啲嚟霸個靚位啦！呢度有超多款限量嘅甜品同輕食，漢堡、炸雞、意粉、牛角包、泡芙窩夫、奶昔，咩都有齊。啲嘢食上面仲有 Life Friends 超可愛公仔添。呢个是一个软壳蟹牛角包，它配上的两个太阳蛋咧，上面印住 Sally 鸡的公仔啊，真的好得意啊！我不客气啦。吃埋呢个红大厨师的芝士汉堡，哇，好厚啊！我试下先。终于到甜品啦，索芙蕾配上柠檬酱。呢个系 Connie 兔兔士多啤梨奶昔，上面有棉花糖同埋冬粒，点可以食兔兔噶？啲嘢食咁 Q， 会唔会好贵噶？其实都系一般 cafe 嘅价钱，人均100蚊左右就可以食饱饱。仲有好多 Life Friends 嘅周边商品可以买，一次过满足晒你3个愿望。